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4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一场较量。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汉三镇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刘越指导和宇轩一块儿来解说这场球。欢迎岳哥。你好，宇轩，这是咱那俩今天这第一次在这个怎么说呢？在电波当中 一起合作，是吧？是的，是的，远程合作啊。是的，是的，您多指点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在武汉体育中心来看看这场球。其实双方呢，积分榜上可以看到，虽然是第五和第九的名次，但分差是很接近的啊，18分和12分。现在中超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中游段，现在分差还没有拉开，可能谁打出一波2连胜或者3轮不败，马上就能追上去。而且现在这个赛程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紧密的，因为有多次的这个一周双赛。另外一个呢，在目前这种天气相对还比较友好的情况之下呢，我倒觉着多打点比赛不是坏事儿。哎，今天呢，在武汉体育中心，22度，天气状况应该不错。昨天在下午时段是有下雨啊，今天要看看场地的情况怎么样。赛前，山东泰山抵达球场的画面，崔康熙呢，在人手上今天还是有些捉襟见肘。所以要看看克雷桑和卡扎伊什维利双核驱动啊，一加一能不能大于二？우완도 개인 능력이 있고 전술적으로 지금 좋은 모습을 보이기 때문에 우리도 초반부터 신중한 경기를 해야 되고 그렇지만 적극적인 경기를 해서 우리도 승리를 할수 있도록 하겠습니다. 武汉还是非常有特点，而且战术上最近踢的也都不错，我们还是要慎重，但是我们也要争取胜利。那目前球队的锋线上面是比较지금 우리 严重，공격 라인에서 上一场受伤比较严重，부상 上场선수가 没有많은 것 같습니다. 球전방에 队进있어서 攻这边득점을 못 确实하고 遇到一些问그래서 题。지금은 좀 공격에서 어려움이 있습니다. 물론 뭐 부상 선수 때문에 어려움이 있지만 오늘은 그 포메이션을 조금 다르게 했고 또 공격 쪽에서 세밀성을 강조해서 득점을 할수 있도록 하겠습니다. 确实在锋线上，我们因为伤病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希望我们能在这个细节上把控得更好，尽可能取得得分。赛前呢，崔康熙也讲到了，球队虽然现在有一些困难，但还是希望努力能拿分。他在昨天的发布会其实肯定了三镇最近的表现。大家也知道，武汉三镇近来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最近5轮2胜3平，能够保持不败。所以今天在主场啊，即便三镇这边外援也是很难受。这两个队呢，今天都是双外援来出战。来看看里卡多·卢德里格斯他的排兵布阵，这个赛季他对于三镇本土球员，包括年轻队员的使用，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前场大概率是陶乾隆来搭档小将，镜头里面这位埃菲尔丁。Bueno, la idea es seguir funcionando como equipo, como estamos haciendo los últimos partidos. Es verdad que tuvimos una baja por tarjeta y otra baja, bueno, pues de un permiso por un motivo personal y especial, y el resto es lo mismo. Entonces, no jugarán esos jugadores, pero jugarán otros, y lo importante es que el equipo tenga un buen rendimiento y que estas bajas no se noten en el rendimiento del equipo. 我们这支队伍的话，还是要强调一个团结嘛。打得好的话，也是整体的一个好的发挥。今天的话，是由于之前一名主力是4张黄牌，今天上不了，然后包括一名外援的话是回家，也是他家的生小孩了，所以说也是人之常情，是希望他回去陪一下那个孩子和老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团队足球，相信今天轮替上去的球员也会有一个好的发挥。在今天的比赛之前呢，为您介绍
本场比赛我们会为球迷朋友带来冲榜得门票的活动，点击直播页下方冲榜得门票按钮购买打赏券，就可以抽取中超的周边奖品了。今天在直播间送出礼物即可累积call值，两支球队战队榜的第一并且战队个人call值大于等于10000就可以分别获得该队中超的下一轮门票2张。这个活动会在本赛季全部的中超比赛中开展，如果你想了解活动规则可以点击冲榜得门票按钮来查看。今天的两边都是双外援，那看看克雷桑能不能摆脱上轮的一些问题。状态上你不能讲他在帽子戏法之后有回落特别严重啊，可能更多还是心态上的。包括之前刘伟指导也提过，现在泰山踢球有的时候会有点随着克雷桑的性子啊。嗯对。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呢确实是有些比赛主动性很强，要球啊等等各方面，但有的时候呢如果没人控制他的话，他容易打得太咱们话说自由散漫。所以今天在前场他需要一定的组织纪律性。双方的数据情况实时排名包括胜场，两队的关键球员都给到了中场的核心达拉门德斯以及卡扎伊什维利。相对来讲达拉门德斯在位置后撤之后现在踢得更舒服了，在中场可以8号位、送一些出球，而今天卡扎伊什维利能不能承担起中场的组织重任，今天是很好的观察机会。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卡扎伊什维利现在在球队里边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他就是扮演一个克雷桑是主动他是被动，而克雷桑很多时候他会主动要球满场飞奔，有的时候单打独斗，有的时候传球配合，但卡扎伊什维利呢一般都是以克雷桑动完了之后他再选择怎么动，打比方说他在左边，卡扎伊什维利到右边，然后他到右边之后呢人卡扎呢又跑到左边，所以我觉得卡扎这一点呢还表现得相当的成熟，他不会说是为了争拿球权争出球权而去过分跟队友挤在一起要这个位置，他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谦让的。对，可能在大局观上要更好一些。对。那么就看今天和克雷桑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能不能打出一些效果，因为相对来说三阵这个防线尤其两个中卫啊转身速度还是有些问题。而且这个赛季呢三阵曾经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就是当对方的节奏持续加快的时候，到了下半时的一段时间他们有些球员是盯不住的，这种所谓的盯不住呢你并不从他的跑动啊或者他的动作上看得出来，但是你从他的思维和判断速度上来你判断的话他体能下降了，有时候你看他跑这两步他还能跑出球力量也不差，但是他提前移动提前预判那一下呢明显的要比开场那段体能充沛的时候那叫迟滞，这就说明疲劳之后先是从思维和大脑反应上去疲劳的，之后才体现在肢体和跑动上。比赛即将开始，两边的球迷方阵也把自己的围巾墙亮出来了，今天现场看的话泰山的远征军人来的挺多。泰山球迷反正一个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山东人，本地出一部分，对对，本地出一部分，然后呢远征军再来一部分，凑起了一个比较强大的阵容。在双方的历史交手当中，三阵呢4次联赛里对上泰山3平1负，不过最近2次主场都是1-1平局，都没有输球，所以泰山今天想攻克武汉体育中心难度是很大的，尤其考虑到三阵进来的状态相当不错。对，三阵这个球队呢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球员，就是他们的这个19号叫刘越，一模一样的刘越。这个球员是踢得很好的啊，宇轩这要多夸。哎，今天一定让这个大刘越多点评一下小刘越。每次一解说有刘越的比赛都挺高兴的。泰山呢已经是连续2个客场能拿到0分了，那今天在远征军的助威之下看看能不能打破进来到武汉参赛的不胜魔咒。
武汉三镇之前的阵容是相当不错的，实际上在他拿中超冠军的那个赛季呢，整个球队的经营思路非常的清晰，我把恒大那些优秀的球员包括很多外援赶紧集中到一起，毕其功而于一个赛季，所以那个赛季呢他们是阵容很强的，也如愿拿到了冠军。但是这种模式呢，一旦遇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之下呢，就很难维系下去。所以近期对武汉三镇来讲呢，是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当中。但据说好像在这个市政府和省政府的这个带领之下，球队目前好像也解决好了一些资金的问题了。对，我听说现在官宣了是吧？新的赞助商。官宣了是吧？已经。对，现在是越来越要往上走了。两支球队呢，因为各自伤病的原因，首发阵容都做了一定的调整。比较同病相怜的一点是外援的伤停，两队都是双外援，加起来还不如人家西海岸一场上的人多。来看看泰山这一边，门将还是王大雷，而在后防线有队长郑铮，石科在中路，两侧是刘洋和高准翼。中场中路的配置，李元一、黄正宇，而在两侧有谢文能和刘彬彬，中间还有卡扎伊什维利当作自由人，而在前场呢，则是克雷桑。今天刘彬彬回来，谢文能也先发，那么两侧的冲击力，看看能不能打出来，毕竟费南多是不在的。双方的队长都是中卫，也都是老将。今天的当值主裁杜建新，第四官员苏子豪，而视频助理裁判则是王威和张彦斌。再来看主队武汉三镇这边，门将是刘殿座，在后防线上朴智珠、任航、中路，两侧则是刘越和邓涵文，中场线有何超、张小斌坐镇后腰，而在两侧则是达拉门德斯和张涛，前场陶江龙以及埃菲尔丁。实际打起来的话，张涛会回到左后卫，而刘越呢则是打在左边锋的位置。罗马里奥巴尔德伤停的期间，他一直是打左边，效果还不错。崔康熙这段时间压力还是有点大的，而里卡多·多里格斯进来春风得意，看今天对于本土球员的使用啊，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招数。今天前场是上了年仅20岁的埃菲尔丁·埃斯卡尔。之前我听这个宇轩也介绍了，说这个赛季这个里卡多·罗里格斯主教练在用一些年轻球员方面呢很大胆，而且呢效果也不错。你包括揭幕战我就在现场解说的对这个上海海港的比赛，是用的那个中卫乌米提江表现很好，是的，好的，直接连升两级打中超，一点不怯场，而且身体素质也很棒。对，今天在替补席来待命。比赛开始了，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2024赛季中超联赛的第11轮，武汉三镇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直播。这场比赛是由刘伟指导和孙宇轩带来解说评述的，双方都是招牌颜色的球衣。上来卡利什维的外围打门了，15秒钟突飞冷箭。卡扎伊什维利跟得很快，
就我们就说他是那种谦让型的，但是呢他绝不是说是谦让之后就不努力，因为很多时候对外围二点球的判断，包括对整个大场面的解读阅读方面呢，卡扎伊什维利的大局观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赛季当这个泰山队遇到一些外援使用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能持续的输出，能在场上，绝对是个好消息。因为对泰山队来讲呢，像这种组织能力组织特性比较强的球员是比较少见的。五开的拼抢，新闻能从 U23 亚洲杯回来之后啊，现在也能够成为常规的轮换，这个对泰山的帮助相当大。接板球想直接找前面，艾菲尔丁在抢，王大雷这球推出界外了。对南通之云的比赛第一个丢球里面，王大雷是在相同的位置向另一侧出球，出现了失误，被之云先进了一个。所以今天后场出球还是要小心，因为武汉三镇的前场速度很快，陶强龙、艾菲尔丁都是爆发力非常好的快马。而且现在呢，不管是俱乐部队还是国家队的比赛，大家都对这个守门员出球的这个质量的要求是很高的。是的，你不仅仅是脚下能踢，你还得踢得很有大局观才行。不是说我大概往这个方向打一脚，你还要考虑你传出去之后那边的队友怎么处理，他能不能在这个区域把球盘活。所以现在对守门员的要求不是说你会踢球了，得是那个会，你得懂足球的那个很多的组织啊、调度啊，甚至像一个后腰一样的那种足球意识才行。是这样，等于门将要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哎，面对夹墙，球拿下来，陶强龙准备拼速度，先卡身位，前面卡的这下很聪明，来自于黄正宇。正像宇轩之前所说的一样啊，今天武汉三镇队前场这两个年轻人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他可能拿球不是那么老道，他也不会跟你玩慢节奏，玩这个意识，但是两人的速度反抢抓你的这机会方面呢，很可能会对泰山队的后防线形成一定的威胁。是的，头球先打出去，二脸邓涵文准备教刘殿座。刘殿座和王大雷在场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都是国字号的门将。对，刘洋再回交，感受到三镇开场的三板斧压迫，泰山想把局面放在自己脚下控一下，一脚穿越球，卸球的时候倒地了，裁判认为没有问题，比赛继续。你看泰山队现在的战术呢，在刘洋这个位置上有变化，他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他顶到后腰了，但是呢破解之道方面呢，武汉这一脚就传得很棒。既然你把左边后卫放到后腰位置，把李元一往前顶，那么他们就送直传，就穿插身后。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如果长期使用今天这个战术的话呢，可能对谁呢，对老将郑铮是个考验。因为他要身兼两职，要干自己左中卫的活，还要覆盖刘洋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假如只是偶尔兼护这样用一下的话呢，那情况还好点。刘洋呢，之前打沧州雄狮的比赛128次触球也破了个人单场的记录。实际上像刘指导所说，今天这么用啊，我个人觉得出于两方面，一个是泰山的本土中场线没有外援在传导球，可能串联上调度上有些问题，所以呢把脚法意识包括大范围转移还不错的刘洋调上来，有点像瓜迪奥拉或者滕哈格的边后卫内置啊那种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刘洋不管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他的造越位啊，他对身后的位置的观察成问题。现在这一次到禁区里面了，先调整，再观察自己打门，打得比较正。刘彬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卡扎伊什维利的大局观，左边一领球马上往右边走，就是知道右边这个位置呢是有空当。只是可惜了，刘彬彬这个球停完之后呢调整的时间过长，等于他在起脚射门的时候呢，过来的防守队员，对方的后卫队员已经把后门柱这个角度给封住了。刘殿座只要前门柱这边控制好就没问题。对，防守的基本站位都已经站住。自己带球上来，来个撞墙，面对假抢球丢了，
卡扎伊什维利。刘洋，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国家队对新加坡的比赛，包括泰山队申花，他丢特谢拉那个位置都是上去之后呢，对自己内外侧观察不到位，所以如果今天把他提到一个半后腰角色，那他自己的注意力包括正中的保护啊，都是很重要的课题。包括这种边后卫内收的踢法呢，是流行的啊，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现在大家都在用这种踢法。另外一个呢，由于李元一的在前场的跑动范围大，他的奔跑能力啊、扑抢能力、干扰能力很强，所以必须把他提上去。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从后场到中场的递进。当然了，还是之前咱们说的那句话，就看他使用这样一个战术的持久性有多大。如果是偶尔做一做的话，那还行。那如果是长期这样做的话，其实对刘洋、郑铮是个双重考验，甚至包括对谢文能都是个考验。对，埃菲尔丁一上来，他经常和陶强龙两个前锋叠在一侧啊。理论上，埃菲尔丁是左边锋，他是右脚内切型的，但今天一直在找刘洋、郑铮。我觉得里卡多·卢雷格斯开场之后针对的还是挺到位的。推一个提前量，直接撩到中间，哎，能不能穿过去？差一点啊！任豪回的还够快。是，谢文能能看到这个点，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下一个进步呢，就是说争取能把球传到。对，这两点都做到，那就是好球员。克雷萨抬头观察之后，直接掉远端。他示意是蹭到对方脚了，哎，是吧？嗯。再来看啊，狭小空间内出球，然后横向转，就是这一下卡扎把球给摘出来给到李元一那一下很关键，因为卡扎拿球的这个区域是最拥挤的，是对方人数最多的，他把球摘出来，剩下的事队友就好办了。上来比赛节奏还是挺快的，到八分钟三阵的转换机会，左边路已经插上来了，交过去，一对一尝试内接，再交门德斯，刘烨在边上，在泰山的压迫之下且战且退，又交回来了。我们注意看达拉门德斯的位置啊，他现在已经从正经的前腰回到了八号位，甚至有时候到六号位来接球。今天泰山如果掐住他，就等于掐住三阵的出球七寸，所以李元一的位置呢是挺关键的，就是他如果是能回来贴着达拉门德斯更好的话，那就没问题。哦，对，这球是有反越位，边裁还是举旗了。现行规则下，不管最后判罚如何，要把这个进攻完成，尤其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皇马拜仁的欧冠半决赛之后啊，现在裁判更注重这一点了。这球刚才慢动作显示好像啊，有点不越位，右后卫这位置上是高准翼拖在后面，哎，左半边的人都主动造越位了，那高准翼的位置呢没意识到。不过这球最终的那个谁啊，陶江龙也没停住，王大雷把球接住了。这球，这就是完成主力裁判主的起局的。对，完成这趟进攻的这个意义就在于这儿啊。任航上来投球，但是失去了恩里克之后，三阵在高点上是没优势的。外围门德斯到了起脚的范围，再带一步调整打了，有点失去平衡，选择要角球。今天三阵这边中超射手榜第三的高手佩德罗·恩里克回巴西陪妻子生产了，所以他今天是打不了。而且呢，左后卫的姜志鹏也是停赛，恩里克和姜志鹏啊是三阵最近拿分的生命线。为什么这么说？最近恩里克四个球里面三个都是姜志鹏助攻的啊，两个人都打不了，那对三阵的影响是极大的，看看怎么解决了。弧线球拉进来，前点外围泰山持球，
反击的机会，抬头再观察，球没给好，马上又被打转换，埃菲尔丁踢皮球扫进来，点球点附近，差一点三振就拿到了。哎，漂亮的向前球，禁区里面还有，选择往回给了埃菲尔丁，再起球拉到门前的位置，王大雷把球没收。嗯，这刚才这个转换，泰山队后边犯了个错误，就是本来刘洋和这个谁啊，郑铮两个人反站位，就是刘洋站到中位，临时站位嘛，因为刚才这个运动战当中比较乱，结果他俩选择再换回来的时机不好，正好是对方要直传那个位置的时候。对。他俩在选择你再回你的位，我回我的位，这一换的过程当中，武汉队一个直传就过来了，差点形成了一个得分的好机会。是刚才呢，可能43号张涛啊有点太谨慎，那个位置如果换莽一点的陶翔龙或者埃菲尔丁肯定往前突或者直接打，他选择回传、哎、对，那就这个啊，这是之前那次，之前那个谢文能、那个嗯、哎，谢文能中场丢球之后一个反击，这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情况，是传中的那一下。哎，反正今天呢开场之后，武汉深圳打右边打得多，就打他们自己的右边打得多，针对着郑铮和刘洋的防区呢攻的是比较凶的。嗯，郝强龙拉到左边，之前的比赛恩里克顶在前面，他经常作为二前锋回撤拿球帮门德斯分担一下。上来三阵有点要压着泰山踢了，不过这种局面泰山的转换也是能打的，还是看效率。因为现在泰山的困境在于很多比赛对方是不攻出来铁桶阵，包括上一场比赛，那么克雷桑和卡扎伊什维两个人压空间被压缩之后他起不了势，但现在空间很足，就看你中场能不能把这个转换球给送好。嗯，丢了之后赔上犯规，这是人行第二次找不着接球的队友，无奈之下呢自己带球往前进攻，他一开始招手的意思呢示意刘越回来接脚下球，但是刘越估计是穿插身后了，两人没想到一块儿去。丢球后就地反抢，三振把球摘出来了，看埃菲尔丁一对一，那郑铮也很聪明，速度肯定是吃亏的，但是对上小伙子呢先卡位置给对抗，就不让你起速度，我先把位置卡住，有再快的速度你不可能不要球空跑。嗯，今天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埃菲尔丁埃斯卡尔，他今年只有20岁，也是国内同年龄段的领军球员了。优点上轮我也介绍过，敢突破敢过人，他拿球非常敢秀，但是问题在于他不抬头看人，单兵能力很强，那现在要注意和队友联动。正好赶上他今天的锋线搭档陶强龙啊，也是这个2223年龄段，就是当年在国青也是国内最好的球员啊。这两个人其实在各自的这批队员里面都承担了球迷很大的期望，而且里卡多帐下还有刘若凡啊，这都是年轻人里面当年算不错的。所以赛前刘越指导提到了三镇这个赛季要转型，那么怎么样确保生存的情况下转过来培养这些年轻运动员啊，把他们成为球队的中坚力量，这也是很关键的。对，就是这两队呢今天都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组织性的中场会传球能传球的呢都是外援，一个是门德斯啊，另外这边就是卡加伊什维利，所以当球不在这两个球员脚下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之下呢大家单打独斗的情况比较多，就像刚才刘彬彬这种情况、嗯、很被动的拿球，但是如何能把这个球护住安全交出来呢，这个还没解决好，但是球同样的境地同样的拿球的情况到了克雷桑或者说卡扎伊什维利脚下，可能结果和场面就不一样，至少要先交出来。泰山呢前面这两个主厨的水平是没问题的，现在就看、嗯这些副厨们这个配菜啊能不能送到主厨这个面前端到锅里然后他给你炒好。嗯，
刚说到这个问题呢，又出现了郑铮，很简单的要给谢文能传脚下，但谢文能呢没往回要这一步，结果两人没想到一块儿，一个想让你要一步扯开空当要脚下，另一个呢想站在原地要。何超想和队友寻求撞墙，泰山一直在夹抢，冲上来领防了，大角球给的落点不错，背身靠了一下，想快发。三镇现在就是在罗德里格斯的带领之下，他越打越快，这个和我们现在看的比较多的一些慢速传控还不一样。嗯。啊，现在你看中场，这是谁呀？是刘洋吧？一直跟着盯上去之后，就干脆在前场抢了。这已经是今天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特点出现了第三次了啊！这个时候武汉队进攻不快，刘洋可以慢慢又再回到原位，再去找他自己防区。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对，至少说明崔康熙在针对啊中场控制力不足，他在想办法了。因为之前包括亚冠的比赛和去年这个崔指导接队之后呢，他的特点用人的这模式什么的大家都了解了，都在研究他，完了之后他也想求变，也希望能在自己的这个阵容啊人员特点当中呢做一些开发。刘洋和高准翼呢都具备这个突然之间走到后腰或者说中路来传球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再变回去的时候，或者说来不及变回去，就地在进行落位组织你防守人员的阵型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是一个刘洋或一个高准翼的问题了。我记得之前用童磊的时候呢也曾经这样用过。感受到压力，选择回传，在大角球克雷桑先靠了一下，再叫埃菲尔丁拉出来，郑铮了，协防马上跟上。对，刘洋还是很负责任啊，看到老大哥被拉出来得赶紧自己去补。对，一上来三阵主攻强侧是在右边，因为邓涵文国内数得上的边后卫，他上下能力很好，埃菲尔丁呢又敢突。克雷桑刚刚那个判罚，对，那个对裁判有点不满意。对，跟邓涵文俩人这个口角了几句。胸部做一下，想给陶香龙，背身漂亮，卡扎伊什维利，球转过来，一个刀山球啊，两边都没有收。但这个球张涛还是抢得不错，应该也只有20岁。门德斯来了，过顶，利用快马的速度到底线位置，中间时刻在抬头看，在找埃菲尔丁在哪，倒三角已经漏了，张小斌卡拉伊什维利转不了身，漂亮的上墙。当然，这段时间进攻打得有点太直来直去。当这个刘彬彬这种球员，你让他背身像中锋像克莱桑一样的去拿球的话呢，他的优势都荡然无存了。但你看刚才武汉三镇门德斯给刘越那个球，他就很好，我发挥你的速度优势，我打到你身前，让你把速度放开之后去进攻，而不是完全回接脚下。对，所以泰山球迷可能也会挺羡慕，有一个能出球的中场核心啊，还是很舒服的。又交过来了，给到脚后跟，球传到身后的位置。现在看呢，克雷桑有点小脾气了，有点小情绪了，因为给他的球给不过来，另外呢方式也不太好，所以基本上开场到现在为止，好像他触球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就是克雷桑这个球员呢，他困境之下的斗志是不用担心的。昨天他先于全队到了球场之后，在雨中也个人训练，就是其实包括在上一场比赛能感受到他的求胜欲，但是怎么在团队的体系里面
把你的求胜欲、把你的能力展现出来。踢足球它不是打篮球，可能你单打一两个球你能解决问题啊，足球你可能一个人想过三四个，这太困难了。底线位置，邓涵文角球，尤其泰山这种球队，你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队友。现在慢慢的，邓涵文这边也开始参与到进攻当中，之前是陶湘龙，所以说现在整个局面在开始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怎么说效果出现。就是武汉三镇这边右边路开始慢慢的增加攻击的人数，攻击的套路。陶湘龙来处理，举单手，还是给前点。外围还有门德斯进入射程，直接打了。他这赛季有过啊类似的超远世界波。王大雷，哇，三镇确实做了很足的功课。王大雷准备手抛球发动进攻的时候，直接一个球员上去卡他位置，不让他舒服的出手。格人停下来，好球，过了刘洋，埃菲尔丁中间再来传，低点漏掉了。二点球，王大雷也没敢出来。嗯，这球啊，还是刘洋没有预判到最后这球，埃菲尔丁会做出这样一个超长动作。他想倚着埃菲尔丁把这个球给放出边线，这个埃菲尔丁的人家从身侧腰这儿把球给勾回来了，而且埃菲尔丁最后传中这个球呢，就是找高速往门里边切入的队友，结果当时陶江龙好像没看到这个球路，他跑的时候他的视线是被防守队员挡住的，不然的话这球只要顺势脚尖一捅就有可能得分。这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武汉队在右边路的进攻效果开始一点点的展现。连续叫球，好球过门，就差一点朴智洙。球发，这时候王大雷对啊，得喊一喊防守了。那之前陶江龙呢是内脚背发，这次呢是立起脚背来打了一个平快球，球没有特明显的自转弧线，但是呢，他到达这个落点的速度很快。任何一个高中卫或高中锋最喜欢这种冲顶的球的。所以这个朴智洙这球没进了之后也是仰天长叹，这几乎就是喂到他的脑袋上的一个球啊。对，对三镇来说是挺遗憾的。当然泰山呢，因为缺少了贾德松啊，连场缺阵，所以缺了他就等于少了制空权。这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贾德松的这个投球能力。对，今天泰山队踢的有点。这段时间有点迷迷糊糊的，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种踢法，而且两个边锋刘彬彬也好谢文登也好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太多进攻上的作用，也没法压制对方的两个边，所以你看武汉三镇左边现在有到底线的运作，有传球，右边也越来越多的有传中了，这对防守一方的泰山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是在弧顶位置一对二，球权抢下来有点汤大了，最后这下前面的个人对抗很好。克雷桑上轮37次对抗23次胜出，最近12年泰山的球员里面这是单场最高的，这是刚才我讲的永远不用怀疑他的比赛斗志，关键就是怎么给他嵌进一个合适的节奏里。刘建作长传球想发动一号公路进攻，埃菲尔丁抽起来了，面对郑铮，郑铮是挺怕这种球的啊，但是郑铮这个球的处理的细节就看着他的经验来了。嗯，他假装要跳起来争着高球，他实际上就诱骗让埃菲尔丁争，你跳起来就没重心，我不跳在下面扛重心，你这球是拿不走的。对，哎，对，郑铮那一下几乎就是在原地等你跳，我扛住你就够了。是好球，中间撞墙倒地了，比赛继续，打门漂亮，射进了，25分钟，啊，谢文腾帮助山东泰山反客为主先下一城。这个谁没想到，突然之间在这个位置上呢，武汉三镇就出现一个防守失误，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右边防守这个人是陶湘龙还是谁啊？突然间放弃了谢文腾，往上去顶，而且这球背后还犯规了。再看是谁啊，邓涵文，那
这球实际上他不过去，朴智珠可以两人二防二的，结果他这过去这一下，而且还有点泄愤似的，直接把李元一撞倒，球没拿下来，而且自己身后的位置呢还丢了。人行啊，这球上的人行是吧？对，人行是吧？谢文能做了一个比心的动作啊。之前从 U23 亚洲杯回来，打进了国足的第一个球，帮助球队赢下了阿联酋。三月份呢，也同时进了国足和国奥的名单。现在确实是慢慢能踢出来，也是鲁能青训，出产的又一个不错的球员。对，哇，没想到这老将经验那么丰富的人豪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按照当时那个防守情况，他和朴智珠并肩作战，一个防一个的话，李元一拿球威胁不是很大。这球可能是我个人觉得啊，开场三阵对人行的要求有点太多了，因为一般后场出球朴智珠是主力出球点，但是您刚才也说人行已经两到三次自己带球杀到中圈，他刚刚已经带球丢了，赔上一个犯规，已经有点节奏有点乱，但是回到自己防守位置呢又有点顾此失彼啊，犯了这个错误。因为他刚才其实打了一个转换吧，刘殿柱拿球给埃菲尔丁，被郑铮把球给截下来，然后马上台湾队又打回来，所以这个转换当中武汉三镇位置乱。是的，外围三镇打了一脚，因为这种大中卫啊，其实和马奎尔一样的，他需要被包裹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如果是频繁的又上又下，他一是位置感，二是来回被快马可能拉出来爆破，他会很难受。才26、27分钟，应该他的体能也不是问题，就是当时他这个选择不太像是一个有经验的老队员，我还以为是邓涵文呢。我说邓涵文有的时候会挺猛的。对，他没想到是这个是人行。总之这个局面呢，在这会儿啊，三阵优势很大，但是泰山啊就是转换的成功率抓得很好。在这个球出现之前，甚至没有任何的征兆是台湾队的进攻能打出特别好的效果来。但是之前这个朴智珠那个角球差点丢了，但好在有了这个进球之后呢，台湾队能稍微松口气，进攻上能放得开一些就好。多用用这俩外援的脚下，克里桑，是，这是他的绝活，人越多，他连挤带撞，越能把球给控住。克雷桑来山东之前呢，职业生涯大多都是踢边锋啊，后来来到内侧踢，有时候代打中锋，就是左路内切还是他的舒适区。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可能和卡扎有点重叠，有点讲了，卡扎的他的适配性会好一些，现在就看克雷桑啊他怎么调整。刚刚回撤中圈拿球去推，哎，去杀伤对方的中场线，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罗德里格斯也是想不明白，本来整个形势和局面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后场就出这么一个失误。但是这个球呢，再是人行的判断失误，但谢文能最后那一脚打的是很棒。对，他一开始摆腿的动作可能连守门员都以为他要用那脚被兜弧线打后脚，哎，结果他变了一个前脚近脚这个位置打进去。三阵呢最近其实开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啊，因为开局五轮就一胜，那最近五轮不败，两胜三平，是自去年夏天最长的不败记录。现在官宣了新的赞助商啊，国字号像埃菲尔丁这都回来了，恩里克状态也起来了，对，慢慢会好。三阵这个阵容厚度绝不至于说保级啊，绝对是中上游的水平。那么今天对泰山这个球是一个很好的检验，顺风球被泰山先进了一个，那么你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突然到来的局面。刚刚对角球石科，对角，对，这球看得出来石科最后是奔着球对角，而并不是直接亮鞋钉奔着埃菲尔丁的脚腕去的。但这下可能对完了之后啊，碰到脚踝骨了。里卡多·罗德里格斯，他之前呢是球队的体育总监来兼主帅的职位，
三阵从青训开始啊，这几个教练高田勉啊，包括佩德罗，再到罗德里格斯，都挺注重传控的。再来看刚刚这脚球，哇，最后脚腕有一个变向，打了个假动作进脚。在谢文腾有这个进球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呢，他是在防守端做了更多的贡献。就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一样，由于刘洋这个位置经常做一个摇摆人的变化的时候呢，谢文腾得帮着回来防一防。难得打上去这一次呢，还真的是打得好，脚背的脚腕动作非常柔和，很漂亮。任航又带球上来了，因为邓涵文已经几乎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同时有一个内切的换位，埃菲尔丁拉出来被反断，埃菲尔丁自己再断回来。哎，这段时间武汉三镇队的传球显然就乱了。对，中场张小兵也失误，哎，都是失误。刘彬彬一对一拉出来，张涛终于泰山右侧啊，是准备攻一次了。前面半小时就看两边屏幕下方啊，三镇的右侧对上泰山的左路，反而是在屏幕上方都没什么动静，很安静。这个跟这个三阵有关系，就埃菲尔丁更多的作为单箭头啊，他拉到右边来，左边自然而然只有一个这个谁啊，门德斯，而门德斯呢是组织型的，还不是突破型。内切进来，想给个提前量，克雷桑还有两个人，三人包围圈，卡莱伊什维利扣一步，漂亮的急停，再跳传，好的，看克雷桑调整左脚想爆杆吗？中间想传球的。没处理好，但前面卡扎伊什维利这个很巧妙。嗯，左肋，谢文能接着挑传，卡扎伊什维利扣一步，看到队友了，再摘出来，漂亮的撞墙，自己抹进去，打门。被干扰，这就是之前我们表扬过的卡扎伊什维利的脚下非常有数，很清楚。嗯啊，最后哎，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呢，他所采取的方式，不管是节奏还是最终的变化呢，效果都很好。这是最后打在了张小兵的脚后跟上，他跟这个球的想法跟之前谢文能那个情况一样，看着动作像是后脚的弧线，但是脚腕一抖便进脚。嗯，他的能力绝对没有问题啊，其实和巴尔加斯包括金门虎的阿戴米有点像，绝对速度不是最快，但人球结合非常好，尤其是狭小空间内节奏很漂亮。来一脚大斜线，克雷桑不断的回撤拿球，他还是喜欢正面球门来进攻。卡扎伊什维利到弧顶又开始作业，漂亮，人球封过，最后吹了他撞人犯规。就是大家经常都说这个场上心理变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一个进球和一个丢球之后，在双方心理当中产生的这个效果就马上就不一样了，泰山队打得更放松，进攻也上得来了，两边也结合起来了，包括克雷桑呢也变得拿球次数多活跃了，而武汉三镇这边呢出现了很多丢球的失误，很多传球的失误丢球，这跟这个有那个进球前的情况是截然相反的。郝天龙再次回撤，泰山坚决的给对抗，不让三镇转身。左边路在空切，结果球传到了外线。嗯，武汉队这左边
左边锋刘越呢，他一个习惯，他喜欢起速，然后呢队友给他传，同时呢他喜欢内切型的跑法，好几次这样跑呢倒是跑得挺快，但由于高准翼今天呢没怎么参与助攻，所以始终在他身边把他内线内插这一下呢掐得死死的。对，所以在这里需要这刘越他就有点变化了，不能老是走一条线。嗯，看看泰山的反击，中间的位置队友大步流星往前冲，能不能看到呢？刘维斌，这时候刘洋冲过来了，选择把球踢出去，应该是有球员受伤了。嗯。哎呦，这个克雷桑痛苦的倒地，泰山球迷这会儿心里一定是咯噔一下呀，泰山伤不起了。这已经就剩双外援了，再伤一个，这没法踢了。嗯。看看是哪下动作啊？哎呦，第二下，张涛这一下，这下还好，就嗯，因为张涛上来的时候呢，克雷桑正是抬头观察，准备出球，他没有做保护或者准备迎接这个对抗。对，这球如果掌握有利进攻原则呢，不吹是对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个动作的性质来看呢，有一张黄牌是比较合理的处罚。嗯，但今天主裁判在这方面牌这方面上来讲呢，都还是比较紧的。哎，他不是说是很松，不停的出牌。现在就要看看三振怎么样去调整心态。包括中场线啊，何超、张小斌，张小斌的防守型的后腰，但我觉得何超要敢于多出来拿球。他在广州队一度也是接替连鼎浩，能担当中场核心的啊，有不错的出球的。给过来，达拉门德斯在观察，只有右侧有人，所以输送到埃菲尔丁脚下。郝向龙双边还是叠在同一侧，想推没过去。嗯。这克雷桑上轮摸不着球，这轮直接从后场开始来打，给洛顶拼速度，表示住。山东泰山呢，先看看阵型的情况啊。谢文能现在是回来的，然后刘洋位置盯着陶向龙，在中圈那附近，对吧？这是常规站位防守当中泰山队今天的一个特色。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解释谢文能在边上在进那个球之前进攻的位置不多，可能更多的是要服务于这个防守当中位置的变化。没错，啊，你看他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回叫王大雷先破坏掉，并没有出界，球权回到三镇这边。之前我们说到三镇最近状态不错啊，五轮不败。其实泰山呢，打完沧州雄狮那场转折点之战之后，最近四轮也是三胜一平，平了这个西海岸，终止了三连胜，但是好歹呢是已经打完了中超的前四，后续的赛程啊，泰山是非常平坦的，这是球队追分的阶段啊。先卡位置，两人双双倒地，杜建新示意比赛继续。头球漂亮的争抢，这赛季中超只有胡阿基耶对抗成功率比克雷桑更高的。嗯。倒在禁区里面，埃菲尔丁埃斯卡尔，来看看视频助理裁判王威是否要介入。应该没什么问题，几乎就是一个两人同时肩背相撞的这样一个合理冲撞，
只是问题好像是跑的过程当中呢，像是谢文登的脚鞋钉带到了埃菲尔丁的鞋面，所以他的鞋带是被拉开了，好像。对，其实在埃菲尔丁抢球的时候啊，我刚才看了他的鞋带已经开了，双方的上肢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刚刚刘指导说到的下肢就是压到脚腕那一下，关键看看裁判是否认定埃菲尔丁掌控球权，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啊，就是两个人还处在对还处在一个误开正在争夺的过程当中，像这种情况就很难会给到。嗯，球传的是不错，埃菲尔丁跑位也很聪明，他切到了谢文登的内线，因为之前我们说当谢文登退回来之后呢，他是边上盯着邓涵文的，你得注意内部的位置，要去看，要去看场边看一下视频回放。嗯，杜建新要眼见为实。来吧，我们也再看一下啊，上肢没问题。这个球啊，啊，你看右脚腕啊，其实埃菲尔丁在撞完身体之后，他的右脚落地的时候呢，已经是自己别了一下，然后谢文能呢，正好左脚又带过来。看这个真的是要看、对，真的是要看认定是不是埃菲尔丁掌控球权的。没有，没有。我个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判罚。足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有一个词叫合理冲撞。你要利用身体的优势、位置的优势，去来冲撞干扰对方。而且刚才这个球呢，几乎就是二分之一球。三镇这边好在埃菲尔丁没受伤，那就可以啊。对。关键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呢，武汉三镇的右边路打得远比左边路打得好，这边动用的人员和资源呢，也比那边呢更多一些。对。又来了，还是右侧抬头看了一眼，自己推两步，在等后排何超踩一下球，达拉门德斯护住球权，自己没有停好，泰山转换也丢球了，三镇马上再来一波进攻，那这就是一个正常冲撞，劲儿卸下来，邓涵文把球护住，其实刚刚刘指导说的三镇左侧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三镇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姜志鹏是球队的大腿，他打不了，那么左路本来张涛就是备选，先看这次啊，埃菲尔丁杀进来速度很快，所以导致刘洋不敢做动作，这是啊第二次埃菲尔丁突然间从内部走进来，虽然这次到位的是刘洋，但是他和郑铮之间的缝隙空当还是被使用了。对，那这次刘洋不伸脚是对的，因为刚刚这个线路他如果卡进来，那可能要吹点球的。对，就接着聊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本身三镇左侧他今天都是备选，所以他可以接受他的中等码和泰山的右边是持平，他把所有的精力资源像您说的都投入到自己的右侧，但是刘彬彬不能接受这个局面，他必须要进攻，要去侵略对方的左侧，他要帮助泰山把这个局面带活，而不是和张涛两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过去了，这个存在感就会低很多。这个呢也有一个因果关系，正是由于球老是在右边，就是武汉三镇右边发展，而夺得球权之后呢，泰山队顺着左边就攻上去了，然后三镇这边一拿球之后呢，倒两下呢又回到右边，所以基本上这种调度呢就由你来我往这样过去了，就看谁中场先能把两边的平衡掌握好。那哇，又是一个向内的传球，刘指导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就是他的跑位呢实际上对传球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上场补四分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您原本是右脚将，后来打左边逆足踢慢慢把这个左脚练出来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后边是一直 就只练这只脚，故意就把自己当成左撇子练。对，因为您之前也是打左路的嘛，当时左后卫，像刘越他本身现在也是这个逆足型的，现在世界足坛好像很多逆足边路啊越来越流行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对，这个是就是拓展空间的，就是你要内外线都有，逆足走到内线更有优势，更有优势，而且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意大利当时这个赞布罗塔，印象最深的是赞布罗塔的右脚踢左后卫，当时里皮用的这个，当时是开创了在更高级别比赛层面当中的一种战术意图，之后呢慢慢借鉴到这个边锋的踢法也是这样。关键今天对刘越来讲呢，他这个跑位，我们说他对传球者要求很高，就是你这种跑位跑的那个空当，这个球里传得特别好，而且一定是高速给你喂得很合适，但老是这样跑的，我们之前所说了，这个时刻也好，高准也好，我就知道你只是这样一个跑位了，所以很难去拿到好的机会。现在罗马里奥巴尔德还是打不了啊，刘越在他受伤期间当上主力，也打进过一脚非常好的世界波，是他也是这个右脚内切型的球员。门德斯又送进来了，禁区里面三点包抄，第四个人邓汉文也抹进来。我们看啊，禁区里面泰山是三对三的，现在而且对张涛拿球的这一瞬间呢，他只要稍一向回走，马上周围三个泰山队员就把他给顶出来了，高准翼、刘彬彬，旁边还有一个李元一，对他很难把这个球处理好。不过最终刘彬彬选择犯规这下呢，其实是不合算的，一个是对方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向回走的这样一个姿态，你犯规不值得，另外一个呢时间很敏感，到了上半时临结束之前给了对手，给了武汉三镇这样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任球，这一般来讲都算是防守当中的一个大忌。右脚开进来，前点一蹭，王大雷出来没打远，裁判示意犯规在先，很清晰看到王大雷出击的时候呢喊了两句，应该是在呼喊队友，这球我来摘，把任航扛在边上了。也可能在前点一蹭的时候呢，任航就已经处在越位位置了，就站在那儿，就是在越位上形成了一个对守门的干扰了。雷布再套，给个过顶球，中间再想倒一脚，这想法不错。整整提前上步把球断下来，还是刘洋。今天面对三阵的高位压迫，泰山后场很坚决，宁愿开大脚也绝不犯错。李元一在观察，刘彬彬已经在套了，杜建新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告一段落。武汉三镇手握60%的控球权，但被山东泰山一个转换球，谢文能反客为主，帮助泰山取得比分的领先。整个上半场泰山还是踢的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右半上，看看下半场怎么来解决的。好消息是克雷桑和卡扎伊什维利这两个人比上轮有了很大的提升，而武汉三镇怎么样用好他的阵容厚度，下半场会不会派一些骑兵上来，我们也拭目以待。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来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欢迎大家回到武汉体育中心来看武汉三镇和山东泰山的下半场比赛，目前比分是0-1。半场前要再和您介绍啊，目前冲榜得门票的活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点击直播页下方冲榜得门票的按钮购买打赏券，就可以抽取中超的周边奖品了。在本场直播间送出礼物即可积累尻值，两支球队战队榜的第一，并且战队个人尻值大于等于10000，就可以分别获得该队中超下一轮的门票2张。这个活动会在本赛季中超全部比赛中开展，想了解更多活动规则可以点击冲榜得门票按钮来查看。同时呢，足球通年卡特惠预售全年最低价仅需298元，全意大升级，除了欧洲顶级联赛之外，今年还多了中超联赛和欧洲杯，同时加送一个月到手13个月的年卡，再加享电视观赛的权益，实现手机电脑平板电视4屏通看。此外，已订中抛赛季包的会员享4折特惠，升级足球通的年卡，全年最低价仅售1次了。下半场开始了，刘伟指导和宇轩继续陪您来看武汉三镇对山东泰山的下半场比赛，现在0-1。上半场呢，谢文能凭借泰山的一次反击打进一球，而在半场呢，刘越被换下来，刘若凡出场了。上面是我们还曾经提到过武汉队的左边锋19号刘越的跑位，跑得很积极，但是他跑的那个方式和线路呢，队友很难给他传。他偶尔变一下，突然间一个急停要个脚下呢，可能还更好一些。所以刘若凡上来之后呢，可能这种跑动的方式上、变化上，包括他身高的这个优势，会给武汉队带来一些变化。对，上半场大刘越已经点评过了小刘越了，不，老刘越，老了，老刘点评小刘。但是这个换人之后啊，我感觉是这样的，埃菲尔丁会回到左路，然后刘若凡打到右边啊。先看这次。刘维斌想送斜线球，高准翼，高准翼上半场这难得上来一回，下半场直接两脚传球了。哎，现在看呢，武汉队率先开始做出左右两条边路进攻的平衡了。就埃菲尔丁过来，埃菲尔丁呢也能防也能攻，他在这边呢会带来很多活力。而对这个山东泰山队来讲呢，可能你得叫被动迎战。被动迎战就是说，通过埃菲尔丁的激发，刺激着这个谁，刘彬彬也好，刺激着这个叫高准翼也好，你俩得有所作为了。哎，这个比赛可能下半时会更好看一些。看起来还是前点，刚刚慢动作给到了张涛啊，一个手碰球，但还算是贴躯干吧。门德斯挑起来。先吹了托人犯规，张小斌。张小斌呢，原本是失去了主力位置的，但是新教练啊，这个罗德里格斯呢，一直是挽留他。前面10轮比赛全部首发，确实是重用了。在中场更多的是保驾护航的一个角色，而且他有身高，也能打中卫。哎，刘彬彬最后这下软了，他前面硬攻一下的话可能有机会，甚至说你硬突一下造个角球都有可能，结果向回一走之后呢，向前的劲儿没了，高志瑞赶紧给他抱起来，那一次我没碰到你啊，就这下其实之前都不该往回领，果断再往里边硬冲一下的话效果更好，所以这可能一直是这是彬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的时候还不够这个什么的撒野，那个野劲还不够。对，今天这个球也是他踢的，作为一个边锋啊，缺乏侵略性，踢得太冷静了。对，但是下半场可能会有变化。对对，缺乏侵略性，你说的很正确。一张黄牌给到高准翼，下地这下放倒埃菲尔丁，而且他整个动作呢是右脚在空中亮出了鞋钉来，亮鞋钉自上而下的一个踏，
所以这个球呢给黄牌呢应该也行，但是高准翼不要再去跟主裁判计较了，对，你知道吗？已经一张黄牌了，哎，对，因为你如果是这个动作你贴着地横扫一直刮过来，咱们说刮着扫这下没问题，但是自上而下亮鞋钉一个踏的动作的话呢，对埃菲尔丁是一个潜在的伤害，对，埃菲尔丁下半场到左路是他熟悉的区域了，他的内切，他的单兵爆破，我们会很期待。而刘若凡呢，他这个赛季更多也是在右边踢球。上半场我们讲过，三镇可以接受他的备选左路和泰山这边田忌赛马持平，但是下半场他落后了，现在他不能接受，两边都要起势了。哎呦，这球，这下球进了，自己的失误，武汉三镇扳回一城。邓涵文。邓涵文的风格呢就是这种风格，一直是坚持到最后，他的有一种这种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和这个劲头，而且这球从空中弧线包括所花的时间和位置来看，后卫不应该护着让王大雷出来，后卫一护王大雷才出来，按照防守一般家就说谁觉得有危险谁先处理谁就先处理了，但是谁做出这个护球的动作来啊？刘洋，这是谁呀？刘洋是吧？刘洋，啊，我们上半场已经提到过，他对于身后位置缺乏观察，在国家队打新加坡，包括泰山打申花的比赛，已经好几次犯过这个错误，结果这次又丢球了。是，而且经常，假如咱们就说，经常出现后卫和守门员都能碰到这个球的情况之下，一般没把握的情况下，就是谁有能力，谁先触到球，谁先处理了，都别让，都别等。但这个球呢，显然像宇轩所说的，可能刘洋认为这个时间足够王大雷出来，但是你都没有意识到身后邓涵文是这样上的。这样的话，下半场刚一回来，比分1-1，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这个比赛变得更刺激了。是。而且呢，这个任意球的获得是从左边进攻，武汉队打下去获得的，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武汉队已经率先做出了左右两边平衡进攻的这种姿态，而自然而然他左边路埃菲尔丁过来之后呢，就造了这样一个带黄牌的任意球，而且还带来一个进球，等于是这一个动作给球队带来3个收益，没错，性价比很高，而且肉眼可见，哎，高准翼后面会面对很大压力，真被一张黄牌，埃菲尔丁又是从来敢突的那种，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但愿或者说埃菲尔丁带过来之后，把屏幕下方这一块就带活，对吧？我主动出击，我主动求战，那你不能老是被动应战，也要主动应战。那这样的话，可能刘彬彬也好，高准翼也好，要出现比上面时更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对，那比赛将会才会更好看。下半场呢，我个人觉得啊，吴兴涵这边要做好准备了，现在这个局面挺适合他待命上来的。好，先回到比赛，漂亮，脚后跟一坐，哎，这球没有选左边，而是选择给左肋的队友。嗯，三镇马上要起势，刘若凡、门德斯抬头观察，左边埃菲尔丁选择给右侧陶强龙，两边都有快马，45度起。头球先顶出去，啊，刘彬彬球停得稍微有点远，当然他之前呢也是脚部骨折大修，所以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调整。嗯，武汉三镇基本上下半时呢，他整个阵型就很清楚了，右边陶香龙，中间刘若凡，左边菲尔丁，他们身后有一个横向移动传球能力很强的这个是门德斯，哎，就等于左右的均衡前后的这个层次和这个次序啊调整的是很到位了，那剩下这个事儿得交给泰山队看薛高奇崔指导怎么来调整自己了。并没有犯规，比赛继续，踩个单车给左边了，我看右边路已经上人了，想送，但是三人之间传球窗口很狭小，其实刚才刘指导提到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罗德里格斯的点，因为他原本啊在这联赛交浦和红钻，这个也是豪门，
而且在亚洲也教了十几年，和海港的穆斯卡特啊经常交手。履历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恩里克中超射手榜第三、队内头号射手不在的情况下，他摒弃大中锋，用好三匹快马加门德斯这样一个非常有机动性的配置，也能踢出很好看的局面。人员上来讲呢，武汉三镇是不差的，就是在前的包括刚开场的时候宇轩也说过这个问题，就看主教练怎么把他们调整过来。另外一个呢，球队的后勤无忧跟得上的话，那球队就是另外一个面貌，对吧？对。而恰恰相反，最近这段时间泰山队遇到的什么问题呢？人员呢都在，但是很多伤病，另外呢好像也传出一些这个财政等等各方面的问题。没错。所以跟武汉三镇之前的情况呢是很相似了。所以现在看看泰山，对泰山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但是再怎么样啊，我们说场外再怎么样，伤病再怎么严重，泰山这个阵容这么多国字号，他应该有更好的东西。看卡扎伊什维利抹进来，漂亮的摆脱，右边空了，球给左边非常隐蔽，但是谢文能没意识到。谢文能呢是怕越位，站在那儿等着。而卡扎伊什维利呢，这个球呢想反扣过来呢，扣的角度也稍微直了点，再稍微向回点就好了。但是所有的这个细节上呢，两人都没合拍。但之前谢文能直插把人带走，卡扎伊什维利呢内线走这一下呢，那个是挺顺畅。卡扎伊什维利不愧当年欧冠是踢过皇马多特的啊，在这联赛 K 联赛也是顶薪。他今天展现出的个人盘带、进攻水平，我觉得泰山围绕他去打造进攻体系是完全没问题，他值得这样一个配置。投球，甚至我可能个人会期待卡扎伊什维利以后多在中路啊去当一个前场自由人或前腰来踢一踢。艾菲宁进来拉一个弧线球，他到哪儿哪个区域就热，哎，这是埃菲尔顿的优点。而卡扎我们就说他是很磕绊的那种踢法，就是一传一扣，传球的线路包括踢法呢很规矩很规范。就是克林桑呢技术挺好，但是呢他就是很典型的巴西踢法，很随意，哎，他自己来一串之后结束就结束了。但卡扎呢他喜欢串联，他喜欢打一些体系性的这样一些传球的方式。刘彬彬局部三对三摘出来了好球，谢文能抹进去，先吃个对抗，扣一步到三角再给，中间的位置被封堵了，突得很漂亮，包括到底线谢文能一踩回来，这下呢也很棒。唯一点小瑕疵，他给这个谁李元一往回做了这个球呢稍冲了点，而且还有点蹦跳，这李元一最后那是抡一下呢没有完全打准部位。当然李元一如果调整能力更强一点的话，这球也是个好球。对，直接传中了。克雷桑把球护下来，自己来到右肋活动。哎，刘彬彬，这个感觉不对。下半场再这么踢的话，吴兴涵就可以考虑换上来了。其实你想啊，这个蒋志鹏今天没打，这个位置其实是对泰山来讲是个机会的，对张涛这是个机会的，你应该用最有效的手段、最犀利的方式、更多的频率频次去往这边冲，才会有机会。但正相反，武汉三镇这边找得很准，既然刘洋是这种踢法和郑铮的搭档中间有空当，那么武汉三镇很坚决的从右边就连续的打。所以上半场也讲过，就左边张涛这个刘彬彬五五开三阵太能接受了，但是泰山不能这么踢了。对，场边换人，吴兴涵包括廖立生，崔康熙知道我觉得想法应该也是类似，他需要在右路有活力，他需要打破这个平衡。对，刘彬彬很可惜，因为他这个长期受伤啊，整个人的比赛的状态和感觉还是需要调整一下。
而最近比赛呢，吴兴涵代打后卫，他的速度回追，表现是不错的啊。看看这次有单刀机会，中间能不能给到？直接打门，漂亮，交进了，2-1，泰山又一次快速反击，克雷桑帮助球队2-1领先了。正好赶上这个换人刚结束，场上就出现了一波进攻，甚至我都觉得这个进攻打的时候，武汉三镇的后防线好像注意力还都不在那球上，包括我们转播镜头也过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谢文能在超车的过程当中了。看这下啊，哎，中间是谁一垫？李元一的脚弓一垫，谢文能最后这两步收速，再轻轻把球做给克雷桑，这下要比之前咱们说的做给李元一那个球要讲究多了，球做得很平稳，一点不会跳，贴着地滑过来，克雷桑就推得很舒服了。前面李元一这脚球在这个进球里面有很大功劳，他是把这个扣给解开了，画龙点睛是吧？对，所以你看刘殿座最后做了那个手势，就是你们注意力要集中啊，要看球啊，这边怎么一换人把你们这个神给注意力给换走了。刚刚三镇准备起势，这边又被泰山打一闷棍，1-2。因为刚刚那个球呢，后面传球进球我觉得都是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啊，但是前面这下是出彩的。对，而且估计就是发生在什么呢，谢文能在换人的时候呢，从左边掉到右边来，刚到右边来，甚至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从左边往右边走的一半的路上的时候，这时候球就已经过来了是吧，他正好是来了个内部内切的这样一个前场，顺势就进来了，这也是让三镇有点措手不及的一个原因。对，这个禁区里是2-2的，克雷桑吸引包夹，还准备油炸丸子过，被阻挡了一下。手上动作，哎呀，但是何超不冷静了，他的职业生涯一直有这样的问题。李元一和何超这球要注意情绪。因为现在三镇是落后的，他们需要把注意力聚焦在比赛里面，不要出现这种无谓的非战斗性的减员。刚刚如果这动作裁判给你张牌，你没话说的。各打50大板。再来看刚刚克雷桑那个过人，这一下啊，然后是黄正宇。哎呀，这球真要是说挥到脸上，那就不是黄牌这么简单了。好像这个动作还不至于到动手，气到动手打人这个份儿上。对，何超的、这个、黄正，对，完全没必要。黄正宇这个球，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战术犯规，这个阻止一下快攻。是啊，是啊。这球平时何超打后腰位他有时候也会做嘛，但是后面还是要注意，这球我感觉算是逃过一劫的，逃过一劫，裁判算是就是各打50大板，息事宁人了。你要说要是受到这种防守动作都要挥手打人的话，梅西得练成泰森。好球，外侧超车猛进来，禁区里三点包抄，第二下汤大了。邓汉文，哎呀，又是攻的刘洋的身后是吧？对，这个、本来也不想多说，正好又是这一下。所以说右边这些的邓涵文打成一个边锋了，两个边后卫直接照面了，等于是武汉三镇队丢了这个球之后呢，右边再发力，角球4-2，平快球开起来投水，最后选择没要啊，他以为是角球，抬头一看裁判已经判了球门球。卢德里格斯也正在想后续的办法，
因为张涛这侧泰山做了换人，可能想针对他，所以罗德里格斯也把张涛换下来，换上了王毅。王毅是打右后卫的，但是代打左路也可以。回传，因为三阵右后卫的厚度啊是非常好，邓涵文这是国字号，王毅，然后还有陈宇浩，这也是国情国奥的成员。哎呦，撞一块了，哎呦，两个，哎呦，第二下头开了，哎呦，埃菲尔丁第二下倒地了。我刚刚说还行，因为埃菲尔丁有个抬头的有意识动作啊，我觉得可能没大碍，结果看大口子，希望都别有脑震荡的情况。这个队医管一个另外一个球员谁管啊？泰山队的队医来管。对，这个泰山队的队医呢去看那个谁，去看王毅，武汉队的队医呢去看埃菲尔丁。这边罗德里格斯就要重新再排了，因为场上发生了意外的受伤情况了，他得重新再看怎么换人了，再等一会儿了，再运气非常糟糕，刚把王毅换上来，哎呦，埃菲尔撞了，对，埃菲尔丁这个倒地姿态都不太对了。三阵有时候真是运气不好，今天这个球就是正要起势丢一个，上半场也是控球六四开，啊，救护车开进来。我希望两位三阵的球员都别有大碍。估计啊，这下子口子开得挺大，但是头这边你要说有没有轻微脑震荡呢，得慢慢的去观察。因为还好埃菲尔丁是额头破了，应该就是说他是头正面相撞的，不是从后脑勺撞的，要好一些。王毅这边呢像是用额头侧面，也不是后脑勺，真是后脑和前额相撞，撞得这么大口子的话，那这就挺危险的，挺讨厌的。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下得又有启用两个换人名额了，就看看队医的判定了，看看还能不能坚持。这因为这种伤势啊还是要慎重，所以看队医的判断。就是现在基本上呢，国际足联就要求只要有头部受伤的情况之下呢，就尽量不要比赛，就要带走。对对。而且呢，我记得英超有一年还增加了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头部受伤，专门给脑震荡，是。你头部受伤，不是脑震荡，就是你只要是因为头部受伤而换下去的话，可以多给你一个名额。对，没错。但之后呢，容易出现问题，就是轻微撞了一下呢，他就说我头被撞了，我就多用一个换人名额，后来这个也取消了。因为经常会被有些球队使用，他正常换人，但是他说我头被撞了，哎，钻空子啊，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消息是，当年我记得热刺队的守门员，法国守门员洛里，他是头被撞了，但是他呢，经过场地队医的检测之后呢，说没事，那么他就继续比赛了。但比完赛之后回家当晚，轻微脑震荡爆发了，头晕恶心，紧急送医。所以从那之后呢，球场上大家都规定，一旦有头部撞击的时候呢，轻易就不让他坚持，基本上就要求他下场。哎，这个不太对了，都直接上担架，应该是要送救护车了。口子开得太大，现场止不了血，得赶紧上医院去止血去缝合。但从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反应来看，还没有出现那种昏迷啊，或者是那种脑震荡的那种迹象。刘殿座、王大雷都上来，赶紧看一下。我们希望埃菲尔丁能够尽早康复，也是现在国内年轻一代当中非常有个人烙印、个人比赛色彩的一个球员。而王毅呢，现在对看起来是没什么大事儿，应该准备要上五米提浆了。对。而且你看啊，场面很少出现了两边的队医进行了业务交流，
武汉这边就问、王毅这个缠的行不行，然后泰山队队医过来说我给他缠的很好，把都绑好了，都止血了，哎，这样的话就你们去忙这个谁埃菲尔丁，所以这是激烈的竞争比赛当中另外很职业的一幕啊。对，场上的竞技是比赛的一部分，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两支球队是一条心，这个肯定没问题的。是当时泰山队这边对于反应很快，因为事发地就在泰山队的替补席这儿，这反应很快，泰山队对于赶紧冲上去救另一个，救王毅，这个要点赞啊，这个举动真的很棒。五米提江，同时我应该是看到了16号张辉打中场的球员，布米提江是打后卫的。揭幕战我在演播室啊，刘烨指导在现场应该都看过他的表现。对，那就是我们看看是把王毅也就是换下去了是吗？啊，把邓涵文换下去了，邓涵文跳下去，王毅因为是那就王毅回右边、耶，是吗？也没看到哎，王毅可能还得再看一看他的这个伤，他的这个头上的绷带打没打好。而且好像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啊，你衣服上带血也得换下去。对，衣服得换，直接跳，把衣服直接换了，换掉了是吧？陈宇浩上来，我们刚才讲过、三阵的右后卫厚度，我认为在中超是非常顶尖的，三个国字号啊。国足、国青、国奥的都有，所以直接上陈宇浩，22岁的右边后卫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么换对球队的比赛部署巨大影响。是。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局面。嗯。来，比赛重新开始了。我刚才好像粗略看了一下，至少要耗费了6到7分钟的时间。对，是吧？至少就7分钟。所以今天下半时这个补时也不会短。可能就两位数了。哎。那三阵除了被这个意外情况所打乱部署之外，要注意另一个变化，就是赶紧投入到比赛的聚焦当中，这个情绪要赶紧收回来。哎。好球，先拿，没有着急交右边，刘若凡。吕元一认为这个球三阵拉人了。刘若凡最近的状态也不错，但之前呢，三阵想用他这个打首发，他自己说可能我体能啊，包括这个感觉状态更适合后手上，哎，结果后手一上，效果还真挺好，挺好，这也是根宝基地培养的，18岁就在申花首秀了，和陶强龙是一波人。好球，摘出来，左路马上启动，在等后排。好，直接先踢出去了。哦，这边泰山也受伤呀，谢文能。这一下。泰山呢，这赛季伤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第8轮那段时间，直接是伤了一套首发。这个伤的首发里面有3个国脚加4个外援，这确实是很难。刘指导，您作为泰山的名宿，您觉得这赛季经常受伤的原因是老将太多呢，还是说亚冠跨年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冬训的时间不够，因为按照周期来讲的话，从第一场比赛向前推7到8周，这是欧洲的一个传统，7周、6周、8周都有。但是泰山队呢，由于上赛结束的晚，本赛季开始的早。对，崔刚希说他只准备了3-4周就开始准备比赛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系统的冬训这是一个原因，再加上比赛频密度强度都很大，所以造成了这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也可能是跟训练的方式啊等等其他恢复、啊、康复啊，包括医疗的这个监督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这大面积的这么多受伤的话，应该就不是一两件事能解释得清楚的。哎，三振第一时间转移，张辉面对西文能的压迫啊，吹了前面的犯规。三振换上来的张辉呢，他也是符合俱乐部方针的，就是用本土能踢上联赛的有这个水平的年轻人。他和张威、姚旭晨都是河北青训的一批出来的。何超打脚纵身球，刘洋第一时间选择安全回做。球是停下来了，但是距离太远，直接停给泰山，背后犯规。这是刘若凡的特点，他的持球摆脱能力不错。脚底下在打滑，两个人都把球漏了。二点再来，这球这是很硬很脆，对对，脆得很硬，脆得也很正。但是禁区里边混战的时候呢，张小斌偷偷摸摸的跟进这一下，哎，倒是挺体现他自己对这个球路下部有可能出现碰撞之后的那个预判能力。对，有的人他站在他旁边看，有的人他就偷偷慢慢的移动，他就预判你可能两个人脚下碰撞当中球会出来给他这一下。张小斌当年也是江苏苏宁易购得中超冠军的主力球员啊。是的，是的。现在三阵呢，五个换人名额已经全部用掉了，加上补时至少还有个这个20分钟得踢呢。所以后面对三阵球员要求很高，一个是体能上，另外是一个身体机能上。不行，王毅也得上救护车去止血。横向走，左边路卡扎已经在跑，给到一对一，尝试内切，抹进来，靠速率，低重心，弧顶，再度配合，好球！第二脚打门，哇！前面这个配合，卡扎伊什维利，确实精妙。哎，这是后边一段镜头了，是队友给他空中坐进来之后，他来了一个360度转身拿球。但之前他在边路啊，那一串个人操作，球不离脚的配合很棒。对，这边陶强龙来回变向，越位了，那越位了那么明显，越了那么长时间，那边举旗之后怎么又把旗压下去了？第二次举旗了，对，后来又举了。这个有点那个什么，有点乱。其实第一下直传的时候啊，越位已经很明显了。来看啊，你看，这就很明显了。还没举，这是前面卡扎伊什维利整个进攻，虽然前面是撞墙配合，但基本上是卡扎领着球走的啊。他传完之后主动往前，队友顺势一给，包括他前面这个摆脱，卡扎伊什维利绝对是一个值得泰山去围绕舰队的前场核心。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就很像巴尔加斯阿戴米这个风格，应该球员时代技术很好的刘指导应该挺喜欢的吧。是，这有头脑，
这种组织型的球员是咱们现在中超这个中场里边是特别缺少的。嗯，而且脚底下他突破也不差，突破能力也不差。对，倒地，裁判认为正常拼抢。禁区里面扣一步，但协防很快就到位了。克雷桑踩个单车，大幅度转换重心，还真给张小斌晃了一下。嗯，你看最后这个细节体现出来，卡扎和克雷桑是不一样类型的人。克雷桑就是自己玩带进去之后哐就硬打了，卡扎那意思示意你可以在斜线传一下，咱们这个位置更空，而一个更注重传球的整体性的那种连续性，一个呢更注重个人最后从头到尾的一条龙展现。漂亮的转身到弧顶，左脚自己来了，刘洋。谢文能换到右边来之后，现在看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恰巧又赶上武汉三镇的丢球，再加上之后受伤混乱，所以谢文能再介入呢表现要比之前好很多了。是、哎、做的又推过来，回呀，左脚再起，想回头望月，那高空球三镇两个中卫问题不大。克雷桑可以考虑转一转了，还是想单吃。陈宇浩速度挺快的，因为现在呢泰山也有说卡扎伊什维利和克雷桑啊一加一小于二这个问题，就都喜欢内切啊，都需要球权，可能空间被压缩。我是觉得卡扎伊什维利可以往中路去培养一下，他在前场他有很强的这个辐射的范围。嗯，就还一个呢，要有他周围和他球路，就是咱们说思路匹配的人、哎、对得上。对对，打比方说卡扎把球传出去了，那个人一脚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卡扎这球要不回来，传出去过渡之后倒几下还能再回来，在这儿像这种需要有大量球权在脚下的人呢，你必须周围有理解他，能和他配在一起。这泰山如果这时候，打比方说他喜欢打脚下，打短的，结果队友呢全喜欢打长的，那就乱套了。对，就说他身边如果放一个宋黎辉，那效果会非常好。整个战术理解，包括脚下也是都非常好的。关键泰山呢要想一想。之前莫伊塞斯是怎么带动克雷桑的？其实就两个事儿，撞墙啊，加上更多的过顶。对。所以泰山需要一个人也去，要去引领克雷桑，把他纳入体系去踢。哎。但是卡扎这个性格呢，包括他不是来自巴西的，起不到莫伊塞斯当时的那个那个作用，对吧？现在看武汉三镇这边呢。蛮怎么说呢，运气蛮糟糕的。下半时本来挺好的，特别是这个埃菲尔丁在左边打开了之后，整个左右两边中间进攻全打开了，结果出现这个意外的受伤，马上整个球队要重新寻找怎么样去攻下去的这个可能性和套路，但现在看呢还处于调整摸索当中。因为现在用的对都是可能第二第三顺位的同位置备选、嗯、一上来的调整，王毅上去把张涛换下来，可能想在边路啊多一些控制力，然后埃菲尔丁打左边，这都是罗德里格斯的先手、哎、他主动去求变，结果呢王毅打了十一分钟，这个意外因素下去，加上埃菲尔丁也下去、哎、就一下节奏就打乱了。哎，而且呢泰山队取得领先之后，武汉三镇又经历过大面积的换人，同时呢比赛呢也是慢慢的接近于结束阶段，虽然也有超长补时，但泰山队这边的想法和思路就统一了，对吧？收回来打防反，哎，好机会，刘若凡禁区里面直接打、身前三个人，
刘尔凡的特点是什么？高而不笨。你看这个子高，但他脚底下呢，不浮不平都蛮合适的。他是小频率，然后哎，小步频非常有特点。将裁判，而且呢，对他觉得刚才刘洋那个球对他犯规了啊，场边泰山要调整。而且刘尔凡脚底下好，而且他还有身高，所以当时跟着成都荣城升级那年，他打双前锋，那个数据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那时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如麻嘛，说他进球如麻啊。对，当时单赛季13个球。是。再看一下刚才这动作，变向之后蹬地回不来了，刘洋手上稍微借了点力，所以裁判员呢也没判这球是犯规。是的，陈普。换下谢文能，今天谢文能您觉得怎么样？面对今天这个相对来讲进攻打得挺困难的情况之下，谢文能表现是很好的。嗯，特别是他换到右边，为什么咱们说在他左边和右边不一样呢？上面是提到过刘洋这种踢法，他要大范围的移动失位，然后谢文能要帮他补位要回来，所以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防守上。到了右边之后呢，他不具备这种情况了，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进攻，到位率很高，出现的对方这个大禁区角这个位置的次数是很多的，这跟之前他打左边就不一样了，这是跟他身后是什么踢法什么队友有关系。横向转，当然武汉三镇他今天也是双外援啊，上半场我们说了这个恩里克回巴西暂时请假，关键是罗马里奥巴尔德这个中超的突破王，如果能回来三镇还会好。是，先看这次禁区里面再推打得很细，倒三角给过来中间打门，留点做二点解围。那之前我们在夸卡扎伊什维利的大局观和传球的意识能力，刚才这个底线的反扣那个绝对是高水平的，为什么？因为他背对着中间球场，他面对着底线，但他知道人在哪儿，怎么传，就看这一下，那是不是啊？传的真棒！之前呢，克雷桑在这个位上也有一个同样的球，但是他选择自己射门了。哎，这不一样，咱不能说谁对谁错，就是说球员有不一样的风格。嗯，是球员有不一样的风格，他们如何把他们的风格和个人特点捏合在一起，这对教练员来讲是个巨大的工作量，巨大的挑战。是，这两个人很像，篮球里面这个克雷桑是一个就喜欢一条龙的小前锋，身体素质也很好，但是卡扎呢是一个爱分球的控球后卫。纳什。哎，对，刚才那一脚球直接打到两不管地带，两个防守队员中间的空当，看这次怎么给提前亮，选择先扣一步，不着急，给到后排。远端廖立生在要，刘洋寻求撞墙了，抹进来，卡列什维利扣，假动作换左脚打门，又是变座。刚刚这两下很像他对沧州雄狮那个进球，也是左右开弓，但是三振转换来了，陶江龙第一时间想给过顶，球速有点慢呐。啊，这是人行上来了，还是带丢了最后这一下。第一下过内线，过内线那一下过得挺漂亮，但是左脚再往前领的时候就趟丢了。我估计也跟人行这个体能下降有很大关系。嗯。再看两人的配合，踢球二过一，这一下脚底脱球变化，这个是棒。一下子把整个那一面的防守人全给甩了。对，陈博一对一，克雷桑脚外线，李元一接着给，连续一脚传递，再挑起来，这个点上没人了，直接回做门将。是，你看这一波，这最近这几分钟泰山队的进攻运动战是本场比赛开赛以来打得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人上来的也多，配合也活也放松，而且创造了很多机会。更难能可贵的是卡扎伊什维利和克里桑之间的联络联系也变多了。是的，
那三镇这边呢，应该是罗马里奥巴尔德快回来了啊。关键防线还有一个达尼洛，当年也是这个踢过欧冠，我印象里是在蒂拉斯波尔警长对皇马也踢过的。嗯，当时二比一还赢了啊，他那场球解围拦截都是全场最高，但是呢，就一直受伤，所以那上不了场。哎，两个外援对都打不了。克雷桑又进来，强行打门。巴尔德打不了啊，对武汉三镇影响很大。嗯，就这一个巴尔德甚至可以牵动对方某一条边的两个人。对啊，你这个价值就在这儿了。他一带球，对方一个边后卫一个边前卫必须二防一加防，就像刚才这种情况一样去防这个吴兴涵。因为巴尔德他无论从外形还是球风上都很像以前水晶宫的扎哈，他确实是那种个人爆点。对，所以他一回来的话呢，就以点带面嘛，他牵制一边，然后另外那侧可能陶强龙埃菲尔丁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出彩了，就很像泰山。泰山前段时间费南多在自己一侧，他吸引好几个人之后强侧转到另外一边，那另外那边空档就很大。包括我记得打南通之云，费南多给克雷桑的那个球就是这样的，吸引三个人防守，啪一脚斜线过去，那克雷桑直接就进了。嗯，那这两个队都需要自己的过人王早点回来。是，而武汉三镇阵容当中呢，可能最大的隐患就在于他后防线的年龄。哎，姜志鹏这要是下来之后也是三十几、三十四五岁的了，是吧？嗯，三十五也是个老将。哎，再加上任堂，所以说也三十五，后场也三十五啊。后场的这个年龄是一个大问题。全部都是直线走脚下。而且这个球呢左右调度的比较缓慢，所以这种复杂的踢法呢很容易丢球。是的，武汉三镇两个边线的打不开之后，好像整个球队有点这个失去了这个主旋律一样。嗯，今天属实是真的像您说的运气不佳，有点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感觉。他这两个节点吧，尤其是受伤这个节点太伤了。先看这次倒地挑过去，克雷桑有机会调整再推，刘建作反应很快，这就是克雷桑，他是有能力把这个球创造成最后的射门机会，因为是他抢下来的嘛，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更好的球员、更全面的球员呢，可能最后这下他会有变化，他会变成四打二啊，哎，更有把握的让队友得分的这个局面。对。卡扎和克雷桑的区别，但是你对他也不能过多苛责，因为他从小接触的足球里边，巴西足球就是崇尚的个人的能力，对吧？嗯，就崇尚的个人的技术。卡扎一失位，又是一对二。上点补时有九分钟。跌跌撞撞还是抹进来了，先扛住禁区里面倒地，裁判示意哨响，哦，吹了假摔吗？克雷桑一直在向裁判解释。嗯，陈宇浩先倒地，先下地之后左脚抬起来伸着一下，而克雷桑呢是跳起来有躲，但是没有完全躲得过去，脚尖是刮在了他的这个腿上。对，五十九分钟，克雷桑今天一球一助攻。朴智珠都给了线路很好。嗯，中间再做一个转身之后，
都不知道球在哪儿了。哎，是一开始初始跑的时候呢，他就没再回头看了，但在跑到一半回头再看的时候找不着球了。太原队这段时间呢，其实崔高熙崔指导干了一个狠活。宇轩，你有没有发现好长时间、这个谁门德这个拿不到球了，门德斯对不对？那是谁呢？黄正宇，就是对子儿，只要是球权在武汉三镇这边，黄正宇就贴着门德斯跑，绝不让你拿球。这本身呢，黄正宇他的跑动量非常大，而且速率也可以。当时在广州呢，也打过拖后中卫啊，后腰这都没有问题，所以用他去打这个对子型的，我们说苦力球员，这他的功能性是完全满足的。关键是，崔康熙这么一对的话呢，用自己一个战术棋子对掉了三镇的出球核心。哎，所以你发现现在三镇是很艰难的在打进攻，他两个边也没法形成穿透，左右的转移空当呢也不太好找，而且最重要的是门德斯现在不怎么拿球，现在张小斌都开始顶到前腰位置尝试要球权组织进攻了。哎呀，这个真像您说的，这是个狠招。为什么？因为三镇这阵容已经都这样了、都已经都没办法了，大家都很需要一个。先看这个球，头球，顶到啊，但是没有命中目标。是，但你看这球，将近有七八分钟以来是第一次门德斯拿球、对，你就知道他拿球的危险性有多大。这就从侧面结果上印证了，就咱们之前所说的，之前这将近十分钟的时间，黄正宇对子门德斯的价值在哪儿了？没错，因为三镇现在这些球员他需要门德斯站出来去控，别的队员是拿不了了。克雷桑被换下，是德尔加多准备替补上。来看，哦，漂亮，李元一这球垫得真好，最后新闻能球给的也舒服。同时最终的艺高人胆大推射破门，这下呢克雷桑也很干脆，没有拖泥带水。锋线上对位调克雷桑和德尔加多，那另外呢李元一也被换下，贾非凡也是刚刚从国奥队回来的球员，替补上来。头球摆一下，想找德尔加多二点球，还有大数据给的期望进球值，三阵只有0.55了，毕竟阵容的折损比较大。德尔加多连续做，对，做了两个挥地假动作，第三个终于打了。又是德尔加多没抹过去，好球，任航这脚可以，结果拼对抗又输了，卡扎一时未力，外围扣，好球，接着给，还是抹进来，闲球进步，再给队友，陈普这脚打得太正，而且我觉得陈普啊，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位置啊，他有点抢了卡扎威士利，卡扎那脚。对，卡扎小过小蹭过来之后，本来想左脚他打门呢，结果陈普过来右脚打门。哇，禁区里面人行差点又出事啊！这个局面呢，就有点像太原队最喜欢的局面。武汉三镇呢，体能不行，这个时候下降的很厉害，同时呢，后场球呢。没法出来，太原队就是就在前场扑抢，打亚冠打得好那段时间就是丢球之后的前场的逼抢，所以现在这个形势蛮像那段时间。再看卡扎的，哇，就这下，哎，是吧？卡扎自己也是仰天长叹，说前面我这都做得这么好，就差最后一哆嗦。对呀，哎。没想到前面从摘菜洗菜到炒菜都弄完了，最后你端着盘子给领导送
很形象啊，很形象。领导说小鬼你真好。上半场就刚才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每个人这个碰一下都挥拳头，梅西练成泰森了，这赛后肯定会被捡出来。是。哇，这球也是跟刚才埃菲尔丁之前撞的情况很相似，也是两个队友之间相撞。今天意外情况还真不少哈。已经到了读秒阶段，但可能还会再给点时间，毕竟这会儿又受伤又换人的。就今天这两个队真是同病相怜，赛季初啊都是走背字儿。嗯。现在呢陆续好起来了。今天就是通过和泰山的比赛，其实对三镇是一个很好的检验。那看看面对困难自己能不能克服啊，能不能调整。今天其实对还是打出了很多好东西的。是的。头球争顶，第一时间交，再回做，抬头看向右边，给个过顶，线路选择都没有问题。陈普第一下停，一对一，面对防守，把球想拉开，制造角球了，同时也烧表在走时间。嗯。角球应该是要发个短的去控一控，卡扎伊什维利直接交，轻易现在三镇也不敢抢他，因为他摆脱能力太强了，所以一个人在这儿啊拖了十秒钟，还是前场球，同时杜建新再出示一张黄牌。嗯，给刘若凡。往往这种时候这种时段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纷争，就一方想扎堆护球，另一方在后边呢就着急就得踢人，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武汉三镇在主场1-2惜败山东泰山。上半场优势更多的是三镇这边，但是克雷桑传射建功，新闻能破门，而三镇呢则是邓涵文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在现场的部分就为您解说到这里了，感谢刘院指导，我是宇轩，我们下次再见。
反杀一个，就是一波三折吧。对于今天比赛你怎么看呢？首先这个三振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在中超就都是两个外援嘛，然后今天踢的我觉得这个比分也我觉得怎么说呢，中规中矩吧，那可能运气上好一些。我们今后的目标，今后的计划怎么执行？今后的计划啊，一直赢呗，那肯定是一直赢嘛，对吧？就按照这个教练制定的这个技战术部署，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啊，到这个上游吧，啊，还是有机会，就是一场一场踢吧。这个我觉得，包括三镇今年也比较困难，我们也比较困难。就是在这个五外援的时代，你想这两支球队还是以双外援能踢到现在，我觉得也不容易吧。不管是这个我们的老板也好，或者包括武汉的三镇的这个投资人也好，都一样，足球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都也挺辛苦的，就是一直能保持着热情，在这个赛场上挺值得尊重吧，我觉得，嗯，好，谢谢。展示正能量，弘扬足球文化，共同维护武汉赛区的。